这个男人火了，他是唯一一个参加荒野独居放弃比赛时还大火了一把的选手。他打出救援电话宣布退赛后，竟把自己盖的房子烧了助兴。当然这只是玩笑话，实际上这把火只是个意外。为此他不但没拿到奖金，还烧了节目组的拍摄道具，要不要赔钱咱也不知道。他叫阿莫斯，此时正在参加一期荒野求生节目，是为层层选拔出来的荒野生存专家，要在北极生存100天，坚持到最后的选手将会获得100万奖金。时间来到第52天，此时还剩下4名选手，他们现在不但要面对食物紧缺的问题，心态也成了获胜的关键因素。毕竟一个人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大地上，时间一长难免会有些孤独，而孤独之下人的精神就容易出问题，这时人们只有自娱自乐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大林则最先做出表率，大中午的他不去找吃的，反而在家里秀起肌肉。他曾是一名运动员，后来吃得有些发福，而在这里煎熬了52天后，已经瘦了足足20多斤。不过他依然很强壮，那结实的肌肉线条让无数男子汉都惭愧不已。而阿姆斯也不甘示弱，他的娱乐活动是音乐，这些石头因为含有大量金属，所以敲击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阿姆斯捡来好几块，按照不同的音色排列开，按节奏一敲，还挺带感。另一边，大林子秀完肌肉后，总算开始寻找食物。昨天他在冰面上钓到2条大鱼，这可让他尝到了甜头，所以这次他还是选择钓鱼。可惜的是，他今天运气并不好，足足等了2个小时，没见到一个鱼的影子。期间好不容易有条鱼上钩，还被他跑了。寒冷的天气渐渐让大林子失去耐心，他决定还是先回家暖和暖和再说。转眼来到第53天，阿莫斯由于之前被狼群盯上，他已经几天没敢出门，而他仅剩的3条鱼如今已经只剩1条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开始制作鱼饵，打算明天去钓鱼。当然他不是故意要拖一天，而是这个鱼饵不太好做。鱼饵的材质是金属的，经过它的加工后，这个金属片放在水面上会让鱼误以为是受伤的小鱼或昆虫。不过加工过程比较复杂，而严寒天气也会让人行动迟缓，所以阿莫斯必须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。第54天，阿莫斯带着鱼饵出发了，他就住在湖边，只需走上几步就行。可惜的是他的运气跟大林子一样烂，虽然期间有鱼咬钩，可由于他已经饿得体虚，最终都没能成功钓上来。直到天色变暗，阿莫斯依旧毫无收获，无奈下他只好放弃。说起食物紧缺，考利这边的情况也很不乐观，昨天他刚抓到一只豪猪，按说食物和脂肪都已足够，可当他把猪剖开后，却发现这只猪有病，它的肺上满是白点，这代表它得了兔热病，这是一种啮齿类动物身上的传染病，如果人类被感染会出现感冒的症状，严重的话足以要人性命。不过为了坚持下去，考利还是决定冒险把这头猪吃了。时间来到第55天，现在剩下的4个人中已经有3位食物紧缺，不过这个叫罗兰的却非常稳，他之前抓了一头麝牛，虽然没有脂肪，但大量的牛肉已经证明他最具优势，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扫扫院子里的雪。那惬意的样子倒像是来度假的，而他休闲时的娱乐活动也比其他人高端的多，那就是思考人生。他之前因为四处游荡忽视了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，而现在经历了长久的孤独生活后，他决定拿到奖金的话会多陪陪父母。你看这一下就升华了不是？再看看大林子那边，现在外面下起了大雪，温度达到了-15度，饥寒交迫下他再没有心情出门。可宅在家并不代表就会舒坦，大林子庇护所里的排烟口被雪堵上了，现在火炉一直反烟，浓浓的烟雾呛得他痛苦不已，头晕，眼睛疼，犯恶心，已经有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征兆，这可让人看得太心急。难受你就去外面喘口气，排烟口堵了你就去通一通不就行了吗？可人家就是坐在屋里一动不动，嘴里还直念叨各种消极的话，这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在为退出比赛制造合理的理由。到了第56天，大林子退赛的想法越来越强烈，不过在离开前他打算先把设置的陷阱全部撤掉，以免自己走后有小动物被套住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你看这姑娘心地还挺善良。然而到了第57天，大
大林子又突然转变了心意，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比赛还有100万美元的奖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以后的人生里还有多少获得100万的机会？所以为了钱，大林子决定再坚持坚持。虽然他又觉得自己行了，可另一边却有人再也坚持不住。第58天早上，阿姆斯给节目组拨打电话，正式宣布退出比赛。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而他只会抓鱼，还一直抓不到，这让他切实体会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。然而他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这都准备走了，一不小心居然还火了一把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烧的火太旺，居然把房子都给点着了。想起来上一位退出比赛的就是因为家里着火才放弃的，现在看来阿莫斯的选择是对的，即使他不主动退出，这一把无情的大火还是会生生把他撵走。现在阿莫斯已经再没有力气救火，只能先把重要物品抢救出去，虽然最后保住了大部分工具，可惜还有一个箱子没拿出来，里面有几块摄像机的电池，已经在大火中爆炸。等大火自己熄灭后，节目组才姗姗来迟。阿莫斯对着镜头给庇护所被烧成炭的事找了个合理的理由。I couldn't put him out. He was really quick. The whole shelter started going up in flames. But it was my time to go. My body, I couldn't keep up with the conditions. 至此，10位选手只剩下3位，而其中最稳的罗兰已经成了夺冠热门。那么，他究竟能否真的夺冠呢？想知道后续，还不赶紧关注我，长按点赞，有惊喜。